忏悔什么？因为还不晓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业障啊，不一定会消掉。那么一开始啊，我们是称法名，我弟子某甲，某甲就自称法名就可以。从于无始啊，从无始劫来，一直今生，就到现在，就是我们讲的做一个总清算哈，到现在，所有的毁破三宝，毁破三宝做一禅体，一禅体翻作中文就是断善根，没有善根啊，过去生毁坏三宝，然后呢没有善根。又毁谤大乘的谤大乘经断学波的这个毁谤大乘这个经典，又不学这个如来的波的智慧，然后弑害父母出佛身起杀父害母然后又出佛身起，这五逆罪污身伽蓝，伽蓝就是道场就是清净地破坏这个道场和破有意无意的都有然后破他犯恨，看到人家修行呢就想要去障碍就想要去这个毁坏人家的戒恨，或是毁坏人家的道心这个都有我们过去生乃至这一生都有都有。然后是看到人家修行用功就在后面说你看他修行成这样，你看我们要小心自己可能都是毁谤常不清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在当中就有人修行六亲不认，这个很好，修行的时候念佛如上考品如上考品，然后父母双亡一样这一切不管但是呢人家看到呢就开始你看他念佛念得跟疯子一样这个那我们都有意无意都有造作这种口业罪业然后给这些修行人压力这个是不对，是我们自己少善根少福德所以呢这个也要忏悔焚毁塔寺焚毁塔寺呢我们现在不会去焚毁塔寺，但是呢我们焚毁塔寺就是破坏道场，破坏道场和来道场呢没有遵守规矩，没有遵守律仪想说我是谁，我有特殊的权利，或是我帮到你做什么事情，这都是焚毁塔寺盗用生物或是想说有一些居士很夸张他说那个菜我有捐我捐来给道场我现在要煮菜我要带一点回去，道场煮好带一点回去，这个是不行的就像你一滴水滴到大海里面去，你再捞回来就不会是原来那滴水了这个盗用生物，生是出家人的乃至世众的物品，然后呢跟他讲他也不信，所以起诸邪见认为没有因果，波无因果，而且他不敬善友专门呢跟在生活上在日用平常当中就纠结在朋党这是一根恶知识在一起恶知识在一起，所以叫侠敬恶友，违背良师不听佛教，不听僧法不听这个出家人的教导违背良师违背经法，乃至我们自己自作教他见闻随喜，自己做又教人家做，那看到人家这样子，这样没有智慧，没有正见，还心生欢喜见闻还随喜，所以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于故于今日生大惭愧，希望大家在拜忏的时候要升起真正的惭愧心，把这些罪障课程的披露课程披露求爱忏悔，请求佛菩萨，这个我们讲的金对佛前求忏悔哀悯我们，拔济我那在佛前忏悔，后不再造再也不这样做，唯愿三宝，希望三宝佛法僧啊三宝慈悲摄受我希望佛为我做证明，佛来摄受我，放净光明放光照处我身希望佛为我加持为我做这个证明我绝对不会再做这些罪业了希望呢诸恶消灭，我之前的这些毁破三宝谤大乘经断绝波惹弑害父母出佛身血污身伽蓝然后破他犯恨焚毁塔寺盗用生物起邪见波因果
让这座叫他见闻随喜这些罪障都能够消灭，三障捐除，三障就是这个惑障、业障、报障，三障全部都能够消除，三障捐除。最重要的是什么？复本心源，究竟清净，恢复我本来的面目，恢复我跟佛一样究竟圆满清净的一个真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跟楞严经讲。所以呢，这个忏悔文是很特别的，一般我在外面有学佛，到现在出家十几年，我没有看过这个文章。这出家人在受善男大戒在用，在登坛的时候在用，所以拿出来呢，让大家一起这个跟现在说，跟大家分享，供养大家，这个是相当好的忏悔文，自己在家也可以常常这样忏悔，因为确实的，这个祖师大德，把我们过去生乃至今生所做的坏事在这一篇呢，都做了一个总结。那在佛前发怒，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说出自己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毛病，真正的来悔改，真正的不再造作，后不再造。不然我们每天在忏悔，就让弟子某某业障深重这个什么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这一篇呢相当好，而且是很特别的忏悔。那供养大家，我们现在开始。